设计师空好理解，空即是色确实很难理解。啊，但空即是色必须是在你不着相以后才能够在相中离相，你才能再看相。对对 对, 对, 对。你还着相的时候，相就是相，空就是空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没有。对对 对, 对。因为你着了空相，着了有相，对对对，那你怎么可能是有就是空呢？对对 对, 对。两个相吗？对 对, 对。你必须，所以我说。我说先了解第一，以后先破相，先看金刚经，先把相诸相一层一层剥落，然后翻过来再看空即是色，再修相，再示现出来，那才叫示现，否则你就叫找相，你怎么有本能的找嘛。嗯，佛陀最伟大之处真的是真的是超越当时印度教啊那些最伟大，就这一点了，人家在梵天已经升万物了，他唯一的缘起性空就超越了梵天的这一点，挺厉害的。但这能够证悟这个见地，真的是太厉害了。我觉得没有佛陀的指引，我觉得我证悟不了。我觉得我拼尽这一生就一百年，我全部修行我也无法，因为他是要破掉我的，知道吗？对对对，要没我才能看到那一点。对对对对。但这个，因为我们所有的修证都在我里边打转。这个幻境是没完没了的，你几亿年的信息啊都在那里边，而且你这个我是层层剥落的，那你要破解最后这个文字像法执啊，法我，甚至这个无空我，到最后你知道虚空了还是个空相，空我，你最后破这个的时候，你知道你觉得真的没可破的东西，你都空了你破什么，但是你有一个我空了的概念，有一个空相，对，但这个时候你就觉得佛陀的见地太重要了，没有他我觉得我最后走不出来，就是这个最后你有一个佛执啊，法你成了佛了，法身执啊，就是那种执着，如果没有缘起性空这一点，那个执着是破不了的。是的，真的是永远你在里边，永远在里边一层一层一层着相，着相一层一层一层无明，真的的。佛陀的职业真的是就像那种灯啊，好灯，就是你在茫茫大海一直照着你，就是你越往后证你就越觉得哎呀太伟大了，太伟大了。如果没有真的我们真的很多劫道太难了啊，是真的十万大劫坐在那儿不一定能成佛，十万大劫真的是无法，太难了。能佛陀能够他能够，我觉得第一个跑出来能够把相破掉，把自我这个层层破掉，他是一直一直到最后把空我呀，把空也破掉的。哎呀，我觉得真的第一个是最难的，就是说他有古佛，但是这我们有文字记载里边，那第一个是怎么破的？他一定也有人提醒的。我觉得这个实在的，因为他到最后不在我们的人力的智慧范畴了。就是到最后破那个空我的时候，法执的时候，已经不在你人力的智慧范畴。而且那种一层一层破，我就那种放下那种，哇！从一开始认为这是个我，到最后认为这是个虚，这是个空相，不着这个相能够在里边离相。你想想这个多难，在这里边再向离相嘛？不是说我抽离出去，我变成另一个，是在这里边我虚幻。哇，这个太境界太深了，我觉得正是这个境界，反正没有佛陀前面给你说的那些道理，我觉得太困难。对，没有那种正界指引你，你找不到那个目标的。所以说在修正过程，我从来从一开始我很少给佛像叩头，你知道我从来不礼拜，我觉得我没有进入，我开始去寺院我就这样的，你知道吗？就这样举一下，我就是也不困在那个垫子上。但当有天你走完一段路的时候，你突然五体投地，你知道你伟大的不是说你他有什么神通，他接着你突然知道太伟大，太了不起。对，那就不一样。哎，而且那就完全的臣服，就臣服，你终于臣服了一个人，就臣服，不管他是谁，你臣服了，完全的臣服在他脚下，就是觉得。太伟大了不起了，他能发现这个真理。第二呢，就是他能无私的告诉我们，而且无私的告诉所有的人，让你所有的人能够吃到那种慈悲，无私的那么大，经历了几万大劫的那种菩萨道的修行，无私的说出来，根本如果他没证得，他也真的做不到现在很多东西。确实，那说你。
说你报恩呢，你拿什么来报？那个时候你觉得你贫穷的，你真的把自己点了也报不完，太那种恩情太重了，佛恩啊！你挣完以后，你会觉得你的佛的恩情呢，你把自己当个蜡点了，没法报恩，你只能沿着他的足迹做他做的事，就是说他未尽的事业他没结的，你接着干吧。哎，就只能了默默地做，而且你根本你就连还要求什么呢？你做也觉得做不好，做不好完，真的是就报不了一点点恩情啊！你就这一生尽其一生去全力做，你只能报一，就像他那个他的恩情就像大海啊，你只能报一点点，真的是那种感叹啊！你内心深处会生气，你只能报一点水的恩啊，报不尽啊！太真的是太伟大了。救你的，他救你生生世世轮回之苦，一次就罢了。是啊，太伟大了。如果我们逐渐的领悟到他的智慧，逐渐的切入他的东西，哎，你觉得真的是太厉害。我们算什么？那点小委屈啊，你那些小得失啊，哎，你那些受的那些小小的苦难啊，算什么？真的是不算什么了，对，在那种恩典里边，真的不算什么，就不再想了，完全的就布施了，布施出去了，嗯，是啊，是你真的进去是有感动的，最后是，所以开悟的为什么每个开悟的先笑后哭呢？当然那是一个小小的感动，但是真的你最后破完，正入那种切入那种境界，不管在哪个维度切入的，你都会觉得震撼，你出来又觉得震撼，觉得佛陀真的是伟大那种，不可言说，真的是你说不出，你表达不出来你内心那种感悟，真的是，你会发现众生不知道什么是珍宝啊，那个时候你就开始知道了。当众生为了一块面包，为了一块牛排，为了一块什么东西，去付出很多精力时间，付出甚至毕生，为了一栋楼房，一个什么别墅，为了几万几，上亿个纸钱等等，你会觉得众生真的不知道珍宝在什么地方，就像众生的无明，或者是众生的幼稚啊，那种内心的小啊，年龄的，就是那种。你真的是无沙大，那种宇宙最大的宝贝就在你面前，就是不是看不见，看不见，迷惑的，你不走完你是不知道的，而且这个过程里面，你就会相信你曾经也是那样的，你曾经也是那样的，众生是这样的，没问题，你才有勇气带着众生往前走，因为你曾经也看不见，也疑惑，也会停下来。那真的是切身的深口意的感受，到那个时候，不是说单纯的说这件事发生了，你感。